千万记住，不管发生啥事，都别出来，记住了吗？ 咋了吗？我找了你整整5年，没想到你就藏在我眼皮子底下。认识我吗？半截沟的麻子老七，你认识吧？你杀了他？是。他是我兄弟。你为什么杀他？当初拉杆子时定的帮规。 劫富济贫，不能奸淫妇女，滥杀无辜。麻子老七他奸杀女人，我杀他是在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，说得好。啊！今天我也替我兄弟清理门户。 你的女人呢？听说长得很漂亮，你把她叫出来，让兄弟们乐呵乐呵，兴许我会饶你一命。呸！你娘在说呀！
畜生，放开我儿子，要杀要剐你冲我来。告诉我你娘在哪儿。说呀，你娘在哪儿。各位，喝酒，吃肉。和尚，和尚，把这坛酒送过去。哎哎，马警长是个懂规矩的人，这些年我们在一个地盘上吃饭，井水从没犯过河水。Oh, my God.
吃点啥？咋了？我的男人和儿子让人杀了。谁杀的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你找我干啥？因为你是警察。几年了。 方圆几十里就我一个警察，上面老说咱两个人过来，弄来弄去，去，还是我一个人，一个人也罢，两年了，连一个子儿的薪水都没有，老子只能吃了馍馍，换剪子了。 替我抓凶手的赏钱，够了吧？刘三，哎哎，捡你就捡。 是谁杀了他们？你得离开这儿。你替我把仇报了，我就走。报不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他们是谁？把人杀了，又吊起来，除了他们没别人。谁？ 黄山崖，麻子老六，那你去杀了他们。我劝你一句，赶紧离开这儿，走得远远的。等我把仇报了，我就走。我说了，报不了。 起来，麻子老六呢？别回头，别动。
你这裤子都尿成啥了？介意不说话。马金章是个弄不成事情的货，你让他给你男人报仇，恐怕是瞎子点灯，白费蜡。他是警察，应该为我的男人和儿子报仇。他是个吃馍馍混卷子的货。 你恐怕是指望不上喽。
你，马军长，你要为我做主，就是这个逃兵把我打成这样子，两条腿都给我打断了，凶器我都带来了。刘家长，啥想法？把这狗日的干了，杀掉。事后有重谢。放心吧，有数了。自古以来，杀人偿命，犯罪坐牢，这是天理。我马某人一向秉公执法，谁也不能在我的地盘撒野。刘家长仗着家里人多势众，没少干伤天害理的事。人家替他儿子顶了壮丁，他还糟蹋人家婆娘，真是畜生。马金长又使了他的钱，嘎柱子看来要把牢底捉穿喽，小命恐怕也保不住喽。放了我，把老子放出去！我要杀了刘家长那个畜生！出去？不可能！到时候刘家长来管我要人，我咋跟人家交代？你干啥？我的男人和儿子让人杀了，你不能不管。我管不了。你必须管。你吃了豹子胆吗？凭啥叫牛皮？就凭你使了我的钱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马四老六的对手，咋给你报？马警长，你就是个窝里横，是个欺压良民、贪生怕死的货。你不贪生怕死，你有种，你杀了马四老六，你敢放了我？我就敢杀了他。你敢杀，我就敢放。你敢放，我就敢杀。
些好吃的，把好吃的都给我拿出来。钱呢？进马警察的账。把他家的，这是唱的哪出戏啊？吃吧。如果你能帮我杀了麻子老六，我一辈子供你吃，供你喝。弄一张大幅画像挂在墙上，你肯定得供着他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听你的意思，我这吃断头饭了？断头饭可是你说的，咱们丑话先说到这儿。是你要去替他报仇的，生死与我无关。我生我死，关你球事儿？是条汉子。马警长，有件事儿我得说到明里。等我杀了麻子老六他们，我和那个畜生刘家长的仇得做个了断。他刘家长又不是我爹，你想干啥就干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麻子老六的老巢在红山崖。没活路了，和狗日的拼了！王八蛋，货都给你们抢了，咋了？还想杀人灭口吗？来吧，也不怕！谁干的？麻子老六，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吗？麻子老六，人呢？跑了。他的男人和他的儿子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值得吗？没办法，非杀不可吗？非杀不可。
那就成全你，掏家伙吧。柱子老道吧，也不是马子老刘对手。我说过了，谁都收拾不了他。别花了。饿死都没用，明天走吧。没办法，谁都报不了你的仇。牲口拉到后院，东西卸了，料给足，水饱。说，他还有气儿呢，把他弄进去，黑灯瞎火的，别让狼给吃了。哎。到了啊，沙漠气氛了，路上耽搁了一阵子，喝茶，饭马上就好。
说，咋办？弄到客房。哎。事儿，我咋知道咋回事儿？他是个疯子，我好心好意把他安顿到床上去睡觉，他突然对我又抓又打的。别和他一般见识啊，他喝醉了，喝醉了。谁家的女人？可怜得很，男人和儿子被杀了。为啥？说是寻仇，麻子老六干的。咋结的梁子？不知道吗？男人和儿子出事后，就天天缠着马金章给他报仇。马金章是个吃了馍馍混卷子的货，哪有本事给他报仇呢？他真没男人了？这是不敢胡说，没了。叔，我给他当男人，他的仇我报。狗东西，嫩得很是不是？我没胡说，他敢给我当老婆，我就敢杀了麻子老六。你这个水怂娃，我才不管呢。他给我当老婆，我什么都不管。狗东西，你有屁行的本事？麻子老六是你想杀就杀的吗？我能，哼！一个嘴上过干瘾的货，想婆娘你是想疯了。如果你真的杀了麻子老六，我给你做老婆。你说话算话？算话。叔，他答应我了。叔，我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给你当亲儿子，我伺候你一辈子。叔，我都26了，我还没碰过女人呢，你就成全我吧。啊！狗东西，这是送命。
抓住你，扒了你的皮，烤了你的肉。韩师傅，都怪我多嘴，弄出这事儿。对不住了。你是个好女人，我见你第一眼我就喜欢你，可是我没有取你的命。狗东西，见个女人走不动路的货，走不走还想送命了？谢谢。哎，别别，我也没能把仇给你报了，是我对不住你啊。这个女人是不是和那个小老头嗑好上了？好个屁！原本说好了，他帮那个女人杀了麻子老六，他答应嫁给他，没成想，差一点把命搭进去。狗东西，他没有这个命。杀了麻子老六，才能娶这个女人，我看谁都没有这个命。是不是谁杀了麻子老六，他就给谁当女人？是不是这个女人亲口跟你说的？亲口说的呀，我听得真真的。这就好办了。啥好办了？她是我的女人了。去吧你，好好的卖你的肉吧，别说梦话了。这是干啥的吗？他爹、儿子，谁让我是个女人？你们的仇我没有办法报了。你的仇我给你报。虽然我是个宰羊的，急了我也能宰人的。真为我报仇了，这一辈子做牛做马伺候你。牛马我不缺，我就缺个老婆。我给你做老婆。你说话算话。我说话算话，我真的给你做老婆，我真的给你做老婆。走了。
他是谁？小马子。把他弄回来吧，他这就去送死，送死呀！可怜的牛二呀，这是想媳妇想疯了，一个卖肉的嘛，不好好卖肉，还想当刀客呢嘛。
你咋那么多屁话？去，抬个棺材，把人埋了。叫我打枪，叫不叫？你不会用这个铁疙瘩，兴许还能活命。你不要命了，我就叫你。能不能活命我不管，我要报仇。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。酒鬼，喝，喝，我让你喝。
什么呀？你这衣服都臭了，换什么？哪儿弄的？我老婆的。你有老婆？我怎么没见过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难产，老婆孩子都死了。他一定很贤惠。很漂亮吧？很漂亮。你很爱她，对我也好。对不起，不该提她，让你伤心。没啥，都过去了。什么呢？这叫兵不厌诈。记住，想报仇，就得用一切能用的办法杀了你的对手。这是你老婆的，我不能穿，你留着做念想吧。念想有时候更折磨人。麻子老六，人呢？原来是你，不如我们乐呵乐呵。人呢？打车去了。呀！
开口查证吧。我要杀了马子老六，给我的男人和儿子报仇。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我不怕。你敢狂杀镇，惹下杀身之祸了，麻子老六他们会把整个镇子杀个片甲不留。我不管，听我一句话，赶紧逃吧。我不管，我要跟他们拼了。你放开。哎，那个女人呢？不知道吗？马警长，你还是把女人交出来吧。老规矩，咱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。要是你不把这个女人交出来，老子就要开杀戒了。你信不信我会把全镇子的人都杀光的？看来马警长为了这个女人是要坏规矩了。麻子老六，你杀了他的男人和儿子，这事儿就算了。给我个面子，手下留情，放了这个女人吧。这个面子不能给。我麻子老六一向是斩尽杀绝，你还是把这个女人交出来吧。我好歹也是个警长，人不能放。马警长牛逼！
枪扔了。活鸭子，毛蛋儿，还有一起躺的兄弟们，黄沙镇的老少爷们儿，把仇给你们报了，你们就好好的躺着吧。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谢谢你们。马警长，麻烦你了，也谢谢你。这是你的。